清晨，塔尔钦突然下起了大雪。想起我们昨天完成转山，真是非常幸运，因为下大雪的话，山上的路会非常难走，甚至有可能封山。吃过早饭，跟一起转山的小伙伴们郑重告别以后，我们就继续行程啦。到了扎达以后，发现这里地貌跟之前完全不一样，是著名的土林地貌。土林地貌是受以前造山运动的影响，湖底沉积的地层长期受流水切割，并逐渐风化腐蚀，从而形成的特殊地貌。我们开着越野车到处去人迹罕至的地方探险。不要碰不该碰的东西哦。这人家的房子吗？哇，里面真的有个门呢。我有点不敢进的。神秘印。哎，还真的住家嘞。有点吓人呢。这里以前是有居民住过的地方，上面黑色的油迹就是以前做饭留下来的油烟痕迹。这些山洞里的屋子特别简陋，但也有土堆做的床，还有烧火的用具。洞口外面那一圈应该是羊圈或者牛圈，旁边还堆着很多粪便，烧起来还有青草的味道，一点也不臭。旁边的石头上还画着 Om Mani Padme Hum 藏文，还有一些更小的洞口，感觉并不深，只能容得下一个人坐着。我感觉这些小洞应该是出家之人在这里打坐修行用的，所以我猜这一片地应该是以前的人用来修行的地方，有打坐的地方，也有睡觉喝水吃饭的地方。这次探险还蛮有意思。后来我们到了古格王朝，它是西藏西部的一个古代王国。古格王国建立于十世纪末，曾经有过700年灿烂的文明史，它的消逝至今仍是个谜。有人说是天灾，有人说是瘟疫，有人说是战争，因为只有少量和残缺的历史记录，至今没能揭开古格王国神秘的面纱。下山的时候我们还去看了藏尸洞，据说里面是真正的有尸体的，在洞口闻了一下，果然有一股尸臭味。 Hello， 我们到了阿里地区最繁华的一个地方，石泉河。石泉河是最大的一个县，阿里地区这边有一个阿里地区唯一的一个机场。我们现在到了最繁华一条街道，我跟柳哥去一个新的地方旅游，很喜欢体验当地人的生活，逛逛超市，逛逛菜市场，逛逛水果店。这个小镇居然还有电影院，虽然规模比较小，但是设施还算不错的。归队以后，我最欣慰的一点是，我终于可以吃到好吃的了。转山的那几天可把我饿坏了。今天早上起来洗了个头，洗个澡，因为据说明天的住宿条件会特别差。小镇宾馆不是一般碰到别人第一句要问你吃了吗？现在我们同行小伙伴每天早上集合的时候，第一句话都是问你睡好了吗？柳哥说4000米是他的一个转折点，4000米以上他就睡不好。下雪喽！下雪喽！告别了狮泉河，我们就进入阿里环线的回程了。一路上看到了好多动物，有之前经常见到的羊啊、牛啊，还有从没见过的藏原羚。它的屁股是白色的，是个爱心的形状，很可爱。还见到了藏羚羊、野驴、藏狗、土拨鼠、小老鼠等等。回程的时候经过了很多荒废的小镇，想找个吃的地方都不容易。
些镇稍微好一点的还有学校，看到很多学生。有时候开野路会碰到很多牧民们砌的房子，应该只有放牧的时候暂时住在这里，里面的设施还挺齐全的。穿越阿里无人区这两天基本上都是开的野路，没有修好的道路，所以都是石头沙子，特别颠簸。这是我们今天入住的小镇，叫做人多人多小镇，里面就很人少。还是这样子开的。哇，这种锁。我们的客栈到了。哇，招待所。这个是洗手的水，在这个壶里，要自己用这个勺子然后去淋。给大家看看这里的厕所，男女旱厕，我的天，晚上上厕所真是，上厕所是有灯的，太破了，怕掉到坑里面去。Hello baby， 摸摸摸摸摸摸，小佳小佳，哇，跑过来了，哦，跑过来了。哦，哦哦，你咬我，咬我的羊毛干，羊毛衫干嘛？爸爸。他把我的围巾给扯掉，吃掉一部分。已经回程，我们以为这趟旅行最精彩的部分已经过去了，没想到悲剧才刚刚开始。我后面有什么东西卡住了，你下班了。小车记者发来前方报道，是我们的车刚才发现车轮有点问题，没法刹车了，所以我们在找一个汽修店在修。那汽修店老板看了一下说修不了，没有材料。不得不说这个镇是我在中国去过最落后的镇了，没办法。这感觉就是一个方舱，板子全都是那种塑料板。刘哥已经冷得不行了，他还没有电热毯，我这个还好一点，有电热毯。我现在已经把所有衣服都穿上了，还好不是特别冷，但是一会儿要去看星星，里面加了两三层，我现在穿的跟个北极熊一样。然后刘哥把我妈妈的那个围巾也围在他头上，现在我要陪刘哥去上厕所，因为他一个人害怕。什么一个人害怕？我是不想一个人淋的。嗨，我们现在到了一个空旷的地方，我们准备看星星啦。满天都是星星，还有银河。我刚看到了两颗流星，特别特别明显。月亮升起来了，所以星星都不见了，所以我们要回酒店了。嗨，大家早上好，现在是早上的8:30，现在起床去刷个牙，然后我发现我打不开门了，我怎么都扯都扯不开。这个门卡住了，所以我现在要等刘哥上厕所回来。昨晚上睡得还可以，我发现我自从撞完山以后，不论在多艰苦的环境下都能睡着。当时我睡得还可以，所以心情不错，但是后来从别人那儿听说，我们入住的当晚旁边房间死了人，我整个人都不好了。所以说来西藏还是要根据自己的身体酌情考虑吧，小心谨慎为妙。在无人区那一段，我们碰到想要搭便车或者小孩打招呼，我们都不敢停下来，可能是无人区的犯罪片看太多了。但是路上碰到车坏了的或者问路的游客，我们还是会停下来问两句，毕竟无人区还是有危险的。据说以前有摩托车独自骑行的人，车中途在无人区没油了，没有信号，联系不到救援，晚上的时候被狼给吃了。爆胎了，同志们，昨天不是车出了问题吗？没有刹车片，所以我们要开300公里开到下一个小镇，但是我们中途又爆胎了，状况不断，我们工具带的不够，在这儿求助，看看这个宾馆有没有人。
这里还有一个什么服务中心，都是没有人的，大门紧闭的。这一段路很难走，所以车很容易爆胎，我们只好拦着路上的车问有没有工具。最后遇到一个就住在附近的大哥，人非常好，开回家拿了工具帮我们把车修好了。把车修好，看了美景，吃饱喝足，没想到更悲剧的事还在后头等着我们。我已经停下车了，在哪儿呢？在哪儿呢？靠，我们撞了一头羊，啊，完了。我们的车就是这样往这边开嘛，然后一群羊在这边，然后两只羊在这边，然后呢，那个刹车刹不住车，我们快刹住了，那个羊又主动冲上来，就死掉了。刹车坏了，刹不住了，羊往这边跑。这样逼他了。啊？这样逼他了。什么意思？这样逼他了。逼他了。嗯，逼他了。赔偿是吧？嗯，逼他了。这样。车上有保险，保险公司会赔你们钱的。我停下来原因就是因为要赔你们钱。你放心，听得懂吗？赔你们钱。这样逼他了。听得懂吗？啊？听得懂吗？肯定赔你们钱，赔你们钱。你把音乐停下。你会汉语吗？他念过。别这样，别这么，我们赔偿，别这样。车刹车坏掉了，刹车坏了。哎，不打。别这样。哎，不打。干什么？不打。干什么？不打。干什么？不打。我们赔钱。不打，我们赔偿，好吧？切割了啊。我们赔偿，别这么动手。我们赔偿。没这样。哎，不打。不来了，等等。是刹车坏了，你听我说。刹车坏了。不打。赔偿。不打。刹车坏了。刹车坏了。开下去，等一下。报警。刹车坏了。报警！你们先打人呢。我录下来了。听得懂吗？能听懂我什么意思吗？我操，没听懂吗？操，是有信号。我们赔你。你看你们手机有没有信号？哎，能听懂吗？我有信号也打不出去啊，你没信号，没信号，完全没信号，不用不了。对，他们能听不懂没说话。然后我想是说，我这边报保险就行了，明白吧？但是我手机这边没有信号，明白吗？刹车坏了。什么？我没有说不赔啊，我人就在这里啊。然后那个姐姐翻译完了以后知道我们的目的，然后开始就跟我说了道歉，因为她要抢我相机嘛，还要打人嘛。是决定走他们的保险，我们就直接再给五百就了事了，就不走保险了。哦，没有网，没有微信，扫不了，所以没有现金啊，所以要带她去个网的地方扫。哦，谢谢大哥，圆满解决。我靠，水逆呀、啊！谢谢，来，我数一二三，我们一起扔出去。好，来走。嘿，回答，没有不好的事了。我们下车把车推过去，别开，悠着点。等这些大哥走完了，我们再走。大哥们，求放过。稍微带一点步，大哥还那不过马路了，现在。不要撞到我们轮胎上来了。好，你就那走吧。停！好，都害怕。停！好吧，那走。快点走！停住！我们到了措勤这个小镇，哇，我们真的经过了无人区以后，觉得这种灯火通明的小镇简直是一个大城市的感觉。还有这么大的超市，真是，哇，应有尽有，好久没有来到过这种应有尽有的大超市了。还有薯片。
穿越过了无人区，过了改泽以后，就是行程的最后一部分了。这一部分基本上都是看湖，有各种大大小小的湖。湖在藏语里面是错，所以大家又说这一段是七错八错，一错再错。其实大大小小的湖看多了，觉得每个也差不多。最后大家都说有点审美疲劳了，因为每个都很漂亮。这个小姐姐们队伍，他们的无人机被人捡了，太缺德了，所以我们现在领队帮他们拍一下。好美啊，这里。尼玛镇这边名字都好奇怪啊，这有尼玛县，有巴嘎县，还有雅鲁县。巴嘎雅鲁在街头散个步，消消食，晚上再看看有没有一个夜宵吃的。它叫汉堡店，但是它就是不卖汉堡。知道这个是全年级第一千名，这个是全年级第一名，全年级第一百零几名和前一百名，你怎么选的？刚刚逮一只羊，哇，过来了，哇！别被撞了啊！赶不上了，他们跑太快了，跑不动，这4800的吧？4800。之前遇到太多太衰的事情了，我们领队状态不是很好，所以今天早上出发的时候居然忘记加油了。虽然自己自身难保，我们还是得帮助一下别的小伙伴。这个车陷进去了，我们好几个人花了好大力气也推不出来，后来来了一个抖音百万网红帮忙拖车才得以解救。网红角哥听了我们的情况，说让我们跟着他的车走，等到没油了的时候，他拿油管从他车里面抽一部分油给我们。不了了，我挂不了档了是吧？档位保护了，没了。结果最后发现他的管子是没法捅进我们口子里的，等待教授开到班戈县，然后再开回来给我们带点油。这里离班戈县大概还有30公里。在漫长的等待中，我们闲得无聊，开始徒步去周边探索一下。网红小哥回来说加油站不卖油给他，因为西藏这边有严格的规定，不能把油抽到桶子里。于是他找张明从摩托车里面抽了点油过来，但摩托车油量小，所以油不多，骑不动，油感觉不够，不是不够，上坡油现在还没进去了。我们开了一小段又没油了，于是网红小哥决定用绳子拖着我们走。就这么开了一小段，
在下坡的时候，由于两个车距太近，绳子绞到轮胎里面了，我们的车停在路中间，彻底走不了了，造成了交通拥堵，最后还堵了一个军队首长下来帮我们指挥交通。看到一个部队的车，问能不能借点油。我们好害怕呀，赶紧陆续拦停了三辆路过的摩托车，以五倍的价钱买了他们油，最后终于顺利到了班戈县。首长说姐不能拍照，我说好，我就把手机收起来了。我靠，首长，正南机长，正南机长，我靠，那挺高的。哇，一个首长为我们开道，加班呐，你面子可真大。哦，终于到加油站了，哎呦，别在这里给我吹牛了。一个景点是纳木错，其实我在西藏最喜欢的湖就是纳木错了，因为我上次来正好遇到了夕阳，在黄昏日落的时候，那天的纳木错真的很美，在我心中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今天看的纳木错真的不如上次的，所以遇到美景也是要看缘分的吧。这个牛牛十八岁了，好硬好硬的脚脚脚，摸一下脚脚。狠一点，狠一点。不敢，拜拜，再见喽。谢谢，很乖哦。哥哥。感谢大家，祝你在西藏玩的开心啊！好嘞，咱们一起来啊，一起来！拉萨之歌是拉萨比较有名的酒吧，如果你要来的话，一定要记得提前预约哦，不然就要排队很久了。的最后一天，昨天晚上下了暴雨，刘哥跟我讲，我还不知道。刘哥说这是绿水青山，我说水在哪儿呢？他说绿水青山。共25块钱，回到拉萨以后比那边的物价要低多了，在那边这么多至少要50-60块钱吧。祝您健康长寿发大财，祝您健康长寿发大财，祝您健康长寿发大财。我觉得很好啊，这三个东西谁不要。因为是晚上的飞机飞回长沙，今天我们就打算在大昭寺附近闲逛一下，买买纪念品，拍拍写真。阿爹啊，阔街可以说是拉萨的卖小饰品拍写真的一条街，
在街上你会看见很多穿着各式各样衣服拍写真的小哥哥小姐姐们和阿姨们，各种写真一条龙服务。我们选的是开车大概半个多小时车程的一个叫做天堂草原的地方，跳一曲藏舞。娜娜哥再见啦，拜拜。